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要挤压缩。好，画面借我使用一下。那挤压缩就先打开档案总管，然后接下来在下载里面。下载里面，刚刚最后下载的三个档案在这个地方。首先，反正都是要挤压缩就对了，所以我先把这个成品挤压缩，好，放在这里这个资料夹底下好了。那密码。16码，知道啊、哦，只有这一个了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挤压缩就到这个地方，这个里面有这个成品，还有两个范例档，这个出口202201，挤压缩，你选挤压缩至此就可以了。去哪里？哎，算了，我还是，方便我知道解到什么地方去，因为这边档案实在太多相似的。好，出口，然后点选这个挤压缩到这个资料夹。还有进口，挤压缩到这个进口。资料夹，好，所以这边就多了这三个资料夹，可以吗？就换你们来去解压缩咯。就很单纯，就是解压缩的动作而已。Thank you.